看谁在搞鬼。啊、你要那个我怎么动？没有动啊，没有动吗？哇，怎么动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为什么每次录一录都要开合跳？为什么开合跳？他刚刚像棒球选手在打他跳。对，你那个心机很重。你们不要看我。心机真的很重哎，小黑，你的心机这么重。哦，捏我第三次哦。是吗？那抓他。我跟你讲，抓就代表他喜欢我，没有，没有。是这样子啊。对，问题是这个，应该是这样。欢迎收看《心机人会打之》。农历七月特别企划，看谁在搞鬼！哦，大哥，可以不要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先不要先不要！很恐怖！什么？干嘛？你知道我平常这么活泼吗？够胆小了，还有什么四胆大会在干嘛？要干嘛要干嘛？不是不是，哎，拜托拜托，你还好歹为我想一下好吗？你以为我们喜欢这样吓你吗？在全场离你最近就是我，你知道我小时候得过中耳炎吗？谁不知道？那你每次只要尖叫叫到我中耳炎快复发，你知道？最好是你都不会叫，你最安静，你最安静啦。我只要被吓到就，没吓哎。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但不要这样，不要。今天虽然我们要体验这个，因为农历七月嘛，对不对？我还要稍微应景一下，我们要体验各种经典的恐怖游戏。但你不要怕，我帮你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人最好了。那等下游戏你帮我玩。我也没有好到这样子。今天我找一些演艺圈的好朋友，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，人多壮胆。哦，这太棒了！我觉得制作单位这主意，说不定等一下有人可以尖叫声赢过我。对，好不好？而且重点是那不可能。那重点是呢，我们今天呢还有加入一个比较好玩的机制，就是看谁在搞鬼这件事情。那到底怎么玩呢？等一下跟大家讲，我们先请今天来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首先第一位，我们欢迎大根。奇怪，为什么鬼？因为我们找一个来宾长得像鬼，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样子你们比较不害怕，先熟悉鬼之后，看到鬼就不怕了。哦，大哥有在玩游戏吗？我常玩，玩非常久了。我从街机玩到 PS4 这样一直在玩，而且玩到最近开始在玩电玩直播，就玩给大家看。你是玩直播？有啊，我最近最红就是在玩特工斗争特工啊。哦，对，每个人都玩 Overwatch， 那个他们就说那个就会上瘾，就跟吸毒一样。我想不信，我本来玩英雄联盟嘛，他们就不玩看，我一玩。上瘾。好，那今天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恐怖游戏，好不好？对。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郭婉宇 ，No， 为什么皮肤变那么黑？出外景啦，常常对啊，就是晒太阳。这样子，你有在玩游戏吗？对啊，出外景有玩吗？我也是很爱玩游戏，就是在等的时候就会一直玩手机啊。手机玩什么游戏？那玩哪一类？手机玩益智类游戏。不适合吗？你干嘛这样？我真的蛮好的意思，不要这样子，你搞不好赢不了我。你看起来超笨的。没有，我玩益智的游戏很。讲那个名游戏名字出来给我听听，再骗。益智。现在被我抓到。其实有啦，我之前还有跟他合作电玩的游戏，就是魔女大战啦。对对对，很久以前。他最早要对啊，有啦，有在玩啦。我有在玩。不厉害，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啊。有啦。干嘛？普通嘞。等一下就见真章，还是见真章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真。是，欢迎。哇，是美女。嗨，我是曾志熙。志熙是来自10的 model。对，10的。那有玩游戏吗？有，我从国小就开始玩，从 PS 就开始玩。那你现在才玩了3年左右而已嘛。好了，你是这样打妹啦？你不要太明显，太小了。怎么会这样打妹呢？你要不要脸？真是的，好的。好，对不起，你玩了30几年了吗？我现在可以，十年。那玩那个什么游戏？刚刚没来听你讲话。格斗类的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玩英雄联盟。你有做吗？有有。你有吗？有。哦，打哪一路？大概2年。下路。什么排位？这就不好说。哎，不好说，这个很烂。你怎么这样讲？排位不是重点。哦，对啊。对。玩游戏是为了乐趣，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好。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，下一位吴尊。吴尊，嗨，你为什么要挑在农历七月来上我们节目？我觉得我好像在的地方，不管什么时候都算是农历七月。吴尊，你在玩游戏吗？有啊，我小时候有一个封号叫电动王，所以你都玩恐怖类的是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恐怖类。以前不太敢玩，可是现在敢玩。你还不太敢玩，他还被你吓死嘞！恐怖类游戏怎么会怕你？吓到！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平常生活比玩游戏还要恐怖了。
我最近都是比较常去出一些可能鬼屋的外景，好像鬼游戏啊。对，就是那种鬼屋外景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我自己在玩游戏。好了，那你都玩哪一类的？我以前我最喜欢的是音速小子。我也喜欢，而且我是因为音速小子喜欢音速小子，所以才加入田径队，才开始练体育。然后我，你也是发型特别留成音速小子的样子，对，还染成蓝色。不是啊，而且后来我有收集很多音速小子的公仔娃娃，就他出了所有东西，我全部都把它买。哇，喜欢音速小子，真的。好，但是各位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玩是恐怖游戏，大家有玩过恐怖游戏的经验吗？有，嗯，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买 NDS 来玩，然后 NDS 里面有一个恐怖游戏叫七日死，七日死，七日死，死掉死，对，他玩到后来都一定会死掉，就是他那个游戏有点像是那个，就是那叫什么？爬出来，真夜怪谈，对对对，类似那种。那你玩恐怖游戏的时候，一直尖叫吗？会啊，就是会玩到一半，然后如果太恐怖，就把它改掉。一直没办法玩，在路上玩，就等你到清醒的时候，就哎，旁边都是男生，这样一直在尖叫，他在等你叫。怎么围这么多人？要吃菜，开始排队送你游戏。那个啦，都在家里玩，然后就吓。家里玩哦，还有没有其他玩恐怖游戏的经验？其实现在恐怖游戏到最经典，到去年有一款恐怖游戏是下架，现在所有人都买不到，因为它叫 PT， 在 PS4 上面。这个游戏是 PT 不是 part time 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它叫 PT。我们餐厅很多 PT 啊，它游戏名最近是的啦。当老板当官了。他的游戏是《沉默之丘》电影跟 PS 合作出来做一个游戏。那恐怖的是，他当耳机音效当然是很强，他主要是他里面有一款有一个功能是语音。像我跟阿虎，我们在家，我们男生关灯玩，我们吵到快死。他有一幕是你会一直看不到女鬼，然后他在后面讲说提示你要叫他名字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线索，知道女鬼叫什么名字。那你就不自觉讲，他叫 Lisa， 你知道 Lisa 没事 ，Lisa， 啪！然后你面前，然后啪，你说啊，然后 Lisa 说你出去 ，Lisa 就这样，你找我干嘛？那好可怕！是你这样，你这样 ，Lisa， 回来啊 ！Lisa 出来，后来王丽人就出来了，不是啦，他是，而且他是一个巡回。现在你讲话灯都会变暗，对，这是暗，他是一个巡回，很可怕，他是每一道门。进来都是长一模一样的哦，那个其实我们有试玩过，非常可怕，那个是还蛮烦的。可是那已经下架了，现在整不到了，那所以可以去你家玩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游戏规则：在体验恐怖游戏的十分钟内，每个人将要做三次自己的动作指令，并且抓出别人的指令为何，而完成指令者以及抓到别人的可获得一分，未完成指令被抓到的人或是抓错的人则将扣一分，最后统计积分最低者将接受最恐怖的终极惩罚。在开始体验这个游戏之前呢，第一关由我跟王瑞人体验，所以我们两个没事，我们专心体验，其他人记得就要做那些指令的动作，没错，所以你们要互抓，我们因为我们在玩游戏，我没办法管你们，所以我们要互相看对方，对，好，看谁做什么怪事，不是用色眯眯的看，那是专注。是任务，专注的色眯眯，好，就我很认真的看他这样。观察，你这样子看可以告你飞的，就这样。对你刚刚看起来太怪，对不起。好，来请抽。好，继续。什么？发电机？哪里有吗？发电机吗？哎呦喂，是吗？发电机，发电机，该不会来了？哎，可要怎么？哎，你小心后面哦。M1 在哪里啊？ M2 哪一个啊？ M1 在哪？ M1 M1 就是左键。然后。哦！还有拿电锯！有！啊！他有电锯哎！懂了。太可怕了吧！天哪，干什么？干嘛？偷爬进来！偷袭！被发现了！哎，我可以爬哎！这是爬行吗？看不见哎！人家躲起来了！哎，你们不能偷看！他吓唬我了！我们不要离开现场，那是不是？离开啊！我们有点可怕。买照。哎，
豆哥，你是不是心里面的层面就是一个杀人魔？你很可怕，人不见了，你快跑！哎，其实跑这不动，对，他就找不到你。怎样会？所以现在是要他回去再启动发电机吗？你刚刚没有启动到发电机，我刚没启动，快启动！你要再重新启动一次。你启动就赢了，但是他现在会躲在发电机那边等你，所以我代表说这个地图不止一个发电机，他很多台发电机，好不好？只要是红色的，就是啊，对，往红色的地方走，很多台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动一下，我要等他们先走啊！不要乱叫！哦，发电机很多台，可怕。就离他最远的发电机。哎，你们三个是不是都没在做指令的？我都没有观察到你们的指令。其实我的指令太专心看我。其实我的指令就是专注十秒钟这样。做完。哎，听朋友提醒，提醒啊。没有啊，做两次的时候他们会通知说有人做两次。我应该做二十次了。因为你做人家就判断到。真的吗？怎么那么慢？怎么那么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的指令是什么？我不要跟你讲。再咬嘛，再咬啊！咬手指，再咬啊！哦，要抓举手就说抓。咬指甲太简单了吧？有人抓到了吗？有人抓到了吗？你要举手说抓，抓什么这样动作？是不是踮脚？不是踮脚，踮脚的人。我是不够高，我是单纯不够。你要抓踮脚，要抓举手，要说我抓谁，什么动作这样子？你赶快抓他。可是我们现在这环境蛮好玩的。对啊，所以就我们互相就这样。哎，他跑嘞。哎，跑嘞！不是，是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为什么？可是你刚刚不是在补血吗？我刚刚不是在补血吗？怎么死的？我刚刚不是在补血吗？对啊，怎么死的？时间我都没有到吧？失血过多吧？现在换你来砍他，对，那你要躲。好啊。龙内七月来搞鬼，乐言无辜受害啦！他做一整套的全部。被抓了，对对对，这交换卡。刚刚王磊玩太逊，看我的。你要去哪里？可以这样躲哎，哎，你很会躲哎，可以这样躲啊，可以啊，这么活泼啊，对，可以这样躲。哎呀，躲哎，快找快找，感觉你就找不到豆哥，找不到他在哪。哇塞，哦，好会玩哎。跑去哪了？找发电机啊，看发电机在哪里。心跳声比较靠近。交通困难，要怎么那个啥？好可怕！天哪！哎哎，我们抽别。嗯。你好，哥。你好了。那位置到了，注意啊！老师，老师，我要抓。然后抓地响，地响。我要抓曾志熙在咬手指头。有抓对吗？抓错。错。那换我要抓，哎，快扣分是不是？快扣分！抓住，抓住！举手，你举手。我抓 NONO 顾婉瑜。怎样？摸膝盖。有抓对吗？抓！抓！赔我！扣一分！耶！抓错扣分，太好，那我就不抓，一直误导你们。但我刚刚有错喽。好啊。对啊。发电机在哪里呀？过分了吧？在干嘛？对，哎，我也要抓。你要抓什么？我要抓吴尊。我干嘛？吴尊伸懒腰。你为什么？再扣一分，再扣一分。我要抓这个。干嘛？干嘛？我抓，我抓。你不要。哎，你去扣一分了。你也扣一分。我扣，他也扣一分。还帮你自己抓自己。我们可以和平相处吗？你自己抓自己。不行。装可爱，他刚有标准啊，有刚有咬手指装可爱跟摸头发，装可爱太难定义了吧？可是他刚刚有一直叫他叉腰，叉腰四个，是觉得叉腰，他刚刚还有一觉得叉腰，对，你是觉得你是不是要抓叉腰？好，你又要抓，抓，这是叉腰。不要录啊！不要录，哎，不录不录，我也开了。哎，真的，他要一直等到，好久哦，他现在在发电机。哎，这里有一颗啊，可是你不在这。很多颗 ，OK。你到底在干嘛？对啊，可以，你是怎么鬼鬼祟祟？你哎，偷钱啊？也任务是不是要蹲下？蹲下，偷东西的，偷东西，他绑鞋带。没有啦。他说啊，难怪你觉得很难，因为你今天鞋子没有鞋带。不要讲话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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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位置吗？可是我喜欢站那个位置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，我可以换位置。地板。好，各位，第一阶段呢，其实只有曾志熙呢，他加一分。哇，我们其他人呢，有人是猜错，有人是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干什么。对，看错。我这个白痴吗？我看错指令了，我以为是我要这样碰人家肩膀。明明是搭肩，你碰人家肩膀干什么？我就看错，再做都不算。这么好的指令给你，就这样，那就不要。干什么？失败，我失败给他看。谁叫你失败？谁看不懂字？所以我刚刚不应该这样碰，我应该是这样。好了，好，可以了。是，重点是。第二个游戏呢，我们要请 NONO 来帮我们体验。这个门啊，门啊，没有记得吗？你先把人走。玩完这个游戏，我们就一起去庙里收金拜拜。太难了，收金拜拜。我只期待一下，就是变成这样，就不是长这样子。你想说这画面太不恐怖了吧？对啊，这画面。越压力越好。咳嗽，你是不是在咳嗽？你是不是在咳嗽？你要抓吗？我觉得可以抓，你抓。抓咳嗽。剪刀石头布，抓，大哥抓。举手。咳嗽，就是咳嗽。好险哦，你们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好，抓。我眼睛，我鼻子，他弄我眼睛鼻子，他做一整套的全部。我跟你讲，就踩别人脚，是不是别人脚？哎，结果反应超大了，赶快去庙里收金，快点！他是故意踩到脚，我跟你说，黑掉，黑掉，黑脚黑掉，他在捂脚皮，谢谢。是不是踩别人脚？踩别人脚嘞！踩别人脚，踩我们关键要抓吗？我来抓好了。不要，这个不是我抓的。我们抓豆哥踩别人的脚。娃娃会跑。不可能呐！我们要过一分了。好笨的一群人。很可怕。我跟你玩这个游戏浪费我的智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会很怕吗？你要开灯关灯，然后赶快。其他人在做东西，抬手指，开灯。哎，有人干嘛？你要开照那个娃娃，我知道吗？按哪一个吗？你要照按。还有警察，没有东西。要往前走，要往前走。你们现在有在玩我们这游戏吗？有没有在玩吗？我给你打开灯。我要抓，我抓，我抓，停停，我抓。抓谁？大根干嘛？去按键盘。太蠢了！太蠢了！我要去哪里？为什么我不会动啊？你要会动啊？你要那个我怎么动？没有动啊？没有动啊？我怎么动啊？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每次录一录都要开耳掉？为什么开耳掉？小选手在打他，对，我要记他吧，我要，哎，我要照顾整个录影的流程，对啊，以后有，但是各位我要抓，抓谁？曾志熙被抓爆了，爆头，就是砸车，耶！你现在扣两分了，豆哥，你们其他人有在那个吗？我已经听牌了吧，我是已经听牌了。还是还没。不懂这个游戏。不是你要拿手电筒，然后大助照，因为鬼出来就要跑。手电筒啊，左边他随时会出现。可是我从那都没有办法走。你就是左右，不是。有东西在左边。哪里有？他在上面去，他在上面去。对。有人完成了。有人完成。豆哥完成。我看我都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抓？你抓吧，不抓。因为我如果再抓错，我就留下来。你如果过六点就不敢抓，哎，进去了。你昨天去出鬼屋的外景，对，我昨天出鬼屋的外景。你不觉得那种病床都很奇怪？为什么还要有血留在上面？对，而且不清干净吗？他没有，因为他后来就忽然就废弃了。是一边就是吓别人之类的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如果已经完成了，多说一点加分吧。人家要去庙里收金拜拜。我没有，后来庙里收金拜拜讲两次，对啊，就是我金牌，那就抓，抓他，那抓他，庙里收金拜拜，对他讲两次，我也觉得有可能，对，去庙里收金拜拜，有，真自信，可是你说我支持你很聪明，就直接抓，抓你就抓，快抓，输了，是唱饶舌歌还是庙里收金拜拜四个字，差不多，因为你说饶舌歌上次讲的，勇敢踏出来，我就抓你，好，真的要抓，真的要抓，抓我什么？他唱饶舌歌，
不是，那就错了嘛。所以是去庙里抽签才对。等我，等我来。好，我们去庙里抽签。是是是，是不是是不是这个？哎，那个娃娃是刚刚会动的那个娃娃，你看眼睛会变。好紧张哦。我抓。哎，不行，糟糕，抓你已经抓了。举手就要抓。根本就是要抓。你干嘛？举手就要抓，快点。哎，这样我会扣到多分。抓。你要抓谁？好，我抓纳豆哥。嗯，摸耳朵，摸。再扣一分。这我乱讲的答案你也要抓？要过几百分啊？时间到对？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十分钟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摆 pose， 摆 pose。哎呦。对不对？摆 pose， 摆 pose。拿下来。你把手的这 pose， 对不对？抓啊抓啊抓！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大。我抓我抓抓我抓。甚至是摆 pose。惊喜。错。好会误导哦，你们这些人。腿放在椅子上。我他放好几次，放四次。翘臀翘臀。奇怪。你这个心机很重。你不要去看我。心机真的很重哎，小黑，你这心机这么重。哦，捏我第三次哦，是吗？那告他，我跟你讲，抓，就代表他喜欢我，没有没有，是这样子啊，对，我只是这个意思，应该是这样。三二，抓，我要抓抓，压哨抓，对，压线抓，抓谁？我抓乐言，这样，搓手，我觉得是这种，哎，这种哎，双手合十，祷告，祷告，双手合十，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。是祷告对不对？不是握手。我不抓，我不抓，我只是在误导了。我一直抓哎。计算分数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第三道题的游戏呢是 VU 的零零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吴尊来体验。好，那我们几个来玩。那但是我们这一轮开始呢，我们游戏加一点规则，就是如果你做满三次之后，对不对？加一分，对不对？嗯。接下来呢，你只要再多做一下，就再加一分。哦，我现在负分太多，我要补一下。可以，就可以配回来啊。所以，我觉得。万一我今天做满三次，我抓别人抓错，我就赶快再多做几次。对，不会啊。好，但是要明确，你不可以做到很小的。我不要自恋一下，我想，搞不好你想跟我握手啊？怎么这样？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好喘呐！我也是，快点，有鬼！有鬼！快啊！不要打你！不信，保护我，快保护我！固定起身，快要快保护我！打死人！算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加班的机会啊！只因难度高，郭安允做的超突兀。是鬼啊！你妹妹背着洋娃娃，你看上面有个娃娃。郭安允是不是唱《妹妹背着洋娃娃》？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靠这么近在干什么？保护我啊！我会怕啊！我刚刚说不要跑。哎，你自己走开，走开！哎，走开，走开！不要，你走开！过来！干嘛？就是害怕去抱住别人，或是这样子。哎，我就说我好害怕，就这样子。干什么？哎，干嘛？嗯，真真。过来，你打起来！我跟你讲，我抓他，不要
呼完允帮人家按摩，哎呦，搭肩膀，你很，你要扣几百分啊？我帮我扣到扣哥啊。你以为你知道就可以一直扣是？你是不是现在都还没走？你在哪里？你在怎么你走开啦！我走开。啊！哎，超恶心的！没有在，我要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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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。干嘛？勾人家手，靠人家肩膀。干嘛？我在学你，你抓我干嘛？你真的很……哎，我你学我一次。不要。然后呢 ？A 呀 A 呀 A。哦 ，A 了。可是鬼在我后面哎。没有啊。鬼在后面。鬼在后面。你吓到我了。是鬼吗？我那个是鬼，那好恐怖！你看有一点，我要怎么攻击他？我怎么攻击他？他攻击我，你就走过去了。走过去拍他，是吗？走过去，他怎么拍啊？你有相机吗？我没有相机啊。那你直接先走去别的地方找相机啊。哦，我先去找相机。太可怕了，我往这边走啊，这边这条路我没走过。啊，又有，哎，好可怕哦！好可怕！天哪，太可怕了吧，太可怕了吧！你干嘛？干嘛？不要主动！往下走，哎，然后往下。抓我啊！可是你在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你干嘛？你靠近我！你干嘛？我没靠近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在怀里交蹭。你这么漂亮啊？怎么样？哎，被绑架了！跟在怀里交蹭。对对。第一次差不多可以了，不用一模一样呗。差很多。他们做到破表。做到破皮了吧？破表，破皮，做到破皮。那你们就很是最厉害的。我还不是最厉害的。我输了吗？好难哦！你就是跺脚啊，很简单啊，只是因为没分数，不小心扣了。那你可以抓，那我猜错分就给我啊！哎，刀哥，快，我们两个输了抓。你说跺脚吗？因为是这样嘛。对啊。好。不要我抓好了。好。好，给你抓。跺脚啊！第一。看，无聊，干嘛抓跺脚哎？神经病，乱抓。我知道了。好。我抓顾婉允。关心别人，关心别人太广了，这太范围太广了吧？我就搭肩按摩啦，那意思一样。有，你要猜吗？孤婉允帮人家按摩。你刚对，刚刚你讲过了，猜过了。你有在猜？可以按摩吗？按摩，按摩，可以两个。认真录节目，五分扣五分，五分。还不认真录节目，跳下去。要跳吗？是啊。跳啦，跳。跳。跳啦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多一点哦，跳！我觉得窒息是不断做啊，哎，做暖身动作，暖身动作，那你这样子一直这样，对啊，暖身动作，暖身动作，你猜？哎，有相机了，我拿到相机了，我没有 care， 你有没有拿到相机？你可以 care 一下我在玩游戏，我不 care 你，我觉得窒息关心我一下，那你就猜啊，你就猜，我不要，你猜，猜，我不要，刚刚我已经猜。刚刚你要不要跟我们猜拳？自己要讲。走啊，快点，猜一下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猜。我要猜窒息。窒息什么？热身操。热身操。哎，我最近不要挡到我们看他们吗？不是，你去后面拍。尽量去后面拍。这样。哦，他是要这样拍，然后要二啊，上面啊。哦哦，对，要这样拍。有吗？有东西吗？没底片了，好可怕！前面三回合统计，最高分的是乐言得到七分，而最低分的是大根的负八分。接下来还有两回合，战况是越来越激烈啦。接下来和我们的窒息，他要玩的是夜回。夜回，好，那我们来抽指令。还没开始，现在就没有录了。现在没录啊，还没录进去。要开始。好动，好动，好动！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好可爱哦！啊，好 Q 哦！还有养一只狗狗哎。要干嘛？没有啊，很好啊。哎，它怎么不动？狗狗好可爱哦。哎，大家都很多动作耶。那很夸张，那很夸张。已经没有，你不要这么夸张吗？
绑鞋带，绑鞋带在干嘛？我抓，都跟绑鞋带，怎么可能？绑鞋带。我抽到妈，你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哎，你这个游戏有恐怖。我完全没有恐怖。我完全没有看嘛。哎，你家吧，喂喂。好可爱啊，有个狗在叫了。你干嘛？你看我。我们这游戏就是要看人啊。有人来，有人来，怎么可能？走啊！太扯了吧！你们谁听嘛？不能右转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想要这样子。没有啊，对啊，我是合作，真的不是，真的合作。真的，我这是瞎做，你真的不要。啊！太夸张了吧？太难了吧？大哥是投篮，大哥是投篮，真的吗？是投篮，运动投篮，一定要投篮啊！我会打高尔夫球啊，我会投球啊。我会投篮啊，挥棒啊，怎样？我会很多动作啊，我会跳马背啊，干嘛？我会踢足球啊。你们动作太多，我们这样太难猜了。对啊，不可能，我那动作都很明确的。干什么？蹲下，是不是蹲蹲下？你是蹲下，你可以举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候突然蹲下，然后是对的，但是我不会抓你。我跟你讲，蹲下，豆哥蹲下。要举手，你要举手。蹲下。起立，蹲下，蹲下，哥，我没有人有空，没有人理你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个一直在走来走去，你干嘛？哎，这好可爱哦，很可爱，蛮恐怖，你摔掉那边，大哥是不是屁股？啊，为什么是跟着我？这是鬼啊！你妹妹背着洋娃娃，你看上面有个娃娃，哎，他死了，跳，等一下。郭安允超怪的，郭安允是不是唱《妹妹没水样》了？唱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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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豆哥豆哥给你，豆哥抓，哦大哥抓了，你抓你抓，是郭安允唱歌，不是，唱啊，对 ，yes， 不是我要猜的，你这样不用偷猜，是我不敢再猜，你要给是吧？我觉得是大根打棒球、高尔夫球或棒球。打棒球。大根我猜。好猜啊，很多种球类啊。大根打棒球，确定了。大根运动，运动是不是？运动打棒球，打棒球是球类运动。对。我猜对了，我猜对了，猜对了。好强啊！我猜对了。我怎么抓到？我跟拍人家手，那已经有了吗？可是那有了啊，那已经有了。狂拍！现在是不会乱抓了，可以了。谁说？我抓。那豆哥做瑜伽。摸地板。没有啦，做瑜伽。豆哥做瑜伽。一。啊，我知道。谁？吴尊。勾别人的手，不是，你们这个会被扣太惨了。有他都在蹲着，你为什么要蹲？我就说了，好，看看他，他假装肚子痛，猜他，好，我猜，吴尊念绕口令，我还没有分数，大天就刷赛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不担心了。我知道了，谁啦？所以我算是猜错，我已经猜不到。算没有猜中，对啊，因为膝跟胸不一样。啊，猜错就是扣分了。哦，鬼在哪呀？我在想，我要抓吴尊还是乐言？抓我了，我抓乐言，弯腰，弯腰，弯腰，对，弯腰，谁呀？时间到没啊？你再扣还有多久啊？走了好久哦，时间到
多久？你就走啊，玩的好累。我觉得过十分钟。时间还有多久？好久。哎，我猜不到吴尊。剩下一分钟。现在剩吴尊跟王乐也没被抓哎。诺诺要抓，你不要在那边给人家乱。真的真的，我相信，你相信我。吴尊跳舞，可以算吧？吴尊热舞，起立蹲下，热舞热舞，这样做那个 shake， 起立蹲下，起立蹲下，起立蹲下，起，马没有起立蹲下啊？算，不完全，吴尊吴尊，吴尊打武功，低，哦，就是跳，大哥死定了。我们等下，我们都 safe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跳双人舞。王烈也是转这个，转体，转体，转腰，转腰。可以吗？好，学长。我可以有权利不先不要看到我的分数吗？从内出现皮卡丘，那都被一眼识破啦。我们要毛起来攻顾婉允啊！20古堡七体验版，没有录影带，我去拿一个录影带。吓我！吓我算吗？不要停我！你停，我停别人啊！咳嗽，保险，保险丝不见了。对，我要拿保险丝。要把灯打开。这是跳舞吗？小心会有僵尸哦。不会不会，这个不会。这不会有僵尸。哎，这好像脏脏。干什么？干嘛？你不要。哎，里面真的脏脏。脏脏脏脏的，帮你整理一下。他不一直在去舔那种。一直在摸人。哎，我今天因为脏脏，不行。你要抬头。你是落学大将？你是落学大将？学大象，学大象啊！我知道，双手摸后背。等一下。他双手摸后，我抓那个乐言，手摸后背。你要干嘛？你不要看我！哎，重点是顾婉允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干嘛，你不要看我。他动作是很难的，一定很简单啊。他的很简单。在学皮卡丘吗？不是啦。拍人，拍人！对，你刚刚一直在拍我，你看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都不知道是谁，你看又拍，哦，好，牵手，牵手，拉手，你敢牵我？没有没有，这只手是顾婉允先伸出去了，对，要站起来一点，你看你们是我的手，对，是我的手，你们是没人在玩，我现在去找保险丝，保险丝在哪里？啊，你干嘛？你这边卡到我了。我先开这个微波炉给你们看好不好？你先冷静一下。会有那个会有特别的东西。脚酸。脚酸。哦哦哦！皮卡丘。干嘛？我把皮卡丘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讲皮卡丘三个字。太累。是我要做，可是我不能做。他刚刚讲，我说你在干嘛？他说你是在学皮卡丘。没有，其实不是讲皮卡丘，是学皮卡丘叫。你干什么？皮卡丘，到底是怎么？那不行，我叫两次。现在是。那除了唱歌以外，有人听牌吗？要唱北京台每个人。对啊，还有没有听牌？那讲。哦嘘。不要再弹我了。嘘。好。很痛。刚刚有猜过他那个吗？顾婉允一直蹲下来摸自己脚趾头啊。哎。我没有在干嘛。那我要扶你吗？不要。哎，他不断摸自己脚趾头，在摸你的手，你多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哎呀，你跟我跳舞。好啊。跳舞，刚刚我抽过。啦啦。是不是拍人家肩膀？周哥，那你跟我跳舞。不要不要。跟我跳舞。死掉了。跟我跳舞。死掉了。
里面有什么？打不开。他一直在用橡皮筋做星星，他用橡皮筋。史蒂文这么难做橡皮筋，做星星，你看，那么严重做什么办？不是，而且他一定要拿橡皮筋。我们刚刚那个纸条上面有橡皮筋啊，这是有可能。再跟我跳舞。 有两个人听牌了吗？一个人听牌。哇，就是顾安宇。现在两个人。冲一发，顾安宇就蹲下来摸脚趾头了。还是你跟我跳舞？还是顾安宇？完成了。抓人家手。不可能，他刚刚做。跟人家跳舞。哎，吴佳就给抓，因为他蹲下来这样子，捂他脚趾头，真是。已经好，顾安宇。跟人家牵手，摸人家手。摸摸自己脚趾头。 算，答对。耶！窒息。这样我会不比韩烂啊？干嘛？抓他。干嘛？有一个人完成了。谁？抓吴尊。来，乐言抓吴尊。拿橡皮筋弹别人。他就弹了八次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人猜啊。你觉得窒息是怕人家废？有可能。 因为他一直抓，我抓，好不好？你抓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大哥抓，我扣打一够嘛，过来可以可以可以，你抓啦，我觉得没那么单纯。我抓完之前，你可以拍我一下背吗？好，我不抓。有人听牌吗？啊，三分钟了。我们三个不要一直看我。不知道。不要看。乐言。你要猜我干嘛啦？拍别人肩膀。错。 我觉得吴尊有可能代替我，我也不猜。我不猜，而且你们讲这句话提醒我，我不猜。因为刚刚窒息说，曾志熙同手同脚啦，对不对？滴滴。踢正步，踢正步。没有，他刚刚拿到纸，然后说我是女生哎，所以这是一个女生很难做的动作。踢正步，我知道。曾志熙，曾志熙，学军人踢正步。 学军人踢正步，就是基本教练踢正步。什么？我觉得很像。女生很难做的。为什么？不要再看我了，我想要做的。自己的事。王乐言应该是捏人家脸。我很难。你看他，用手碰人家脸，用手碰人家脸。 做不出动作，我是女生。他说女生很难做的动作。大力一点，摸耳垂。我觉得王乐言捏脸，捏脸，学Michael Jackson。傻笑。他刚还遮我眼睛。对。30秒了。这是不是眼谁摔了？摇人家肩膀，摇人家肩膀。傻笑。太难了。等下，郭安宇要猜。我要猜乐言是摸人家脸。 错，你连猜五发快点，再来再来。快点，接近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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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全做，全做一次。我刚刚全做。木关。我跟你。三。我抓乐言。最后一个，好想放弃哦！我都剪不是想吃的。对啊，他刚刚那边摸人家五官，是超难的。他摸他耳朵，摸他眼睛，摸眼睛，捏我耳垂。结束。比赛结束了，中场统计，最终结果是由乐言以悬殊的比数差距赢得比赛，而大根以-17分垫底，他将接受农历七月最可怕的惩罚啦。好，所以我们宣布了，就是大哥要接受我们的惩罚，还是大哥要把机会让给顾安宇？我们 OK？ 不用，真的，不用，可以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那我们就投票，好，投票，一二三，顾安宇，顾安宇票，顾安宇票，顾安宇票，不要，不要，哪有这样？冲啊！你都跟你一起玩，我不要那个，我不要一起玩，这样他更爽。一次只一个啊！我跟你讲哈，你跟我一起玩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最后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不见了，从那爆地上。好了，大根处罚了。好，那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这个音乐节奏游戏，
哈奇哈吉呢刚过一岁的生日，他决定要送呢7000个游戏金币，价值台币1200块钱，太棒了！今天要送10组给我们这个玩家朋友哦，然后出个题目给大家喽。对，题目就是音乐游戏哈奇哈吉即将度过几岁的生日，还有你们想要跟他说什么生日祝福的话。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去这个来我们的粉丝团呢去留下这个言，然后就有机会拿到台币1200，其实还不错，还蛮难得的耶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大根留在棚内，我们要撤去棚外。玩过一个章节，才算过关。好，好，过完一个章节了，干嘛接下来啊？拜大根，加油，不要怕，很可怕啊！哎呦，好的啦，哎，我这灯，哎，真的全没关。啊，各位，其实我们是真的要多吓他，因为人真的。为什么我一直走啊？在里面一直玩，然后我们就东西收一收就走了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对，然后他一直在里面说好了没，好了没，一直有没有走对啊？然后我们就没走。哎呀，录多久？录完之后一开门就全部都暗了，全黑，连半夜2点。这个就是一个鬼，这才是最恐怖。因为在走，紫紫最近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要跟着所有观众朋友说拜拜，我们下周见了，走走走走。